啊，手来奥吉团一下。刷了来被欢迎艾希斯肚皮舞蹈团。能创作出一套异业结合的戏码，编舞者一定要有深厚的底子。国淑珍老师从三岁就跟着母亲学舞，在2006年就在埃及夺下世界肚皮舞的冠军。这套钟馗嫁妹简直舞出了新驾男的娇嗔与害羞，更将严肃的钟馗与鬼魅的阴森转换为逗趣的喜感。为了这回的抢奖杯，不但有了新的 idea， 还要求所有的团员日以继夜不断的练习。冷静的，冷静。好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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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波等我。
爱西斯肚皮舞团，谢谢。我第一届拄到郭老师的时阵，就感觉足赞，而且这五爷收腰到这个五爷代表有啥物颜色？啊，甲啥物意思？会使甲我讲者？法主公跟法主公，对，这是包括五行，还有五种颜色不同代表。那它是法主公的一个义阵。了解。那我是把它。我是演法主公手上的那个蛇鞭，因为他不听话，跑到人世间去作乱，后来他终于收服了我。哇，真正有道正哦！谢谢大家。蔡琴，我牙嘛，我牙修腰啊，到底，啊，拍摄动作部门，你来哦，四十几了我，听讲我，我你现在搞这我牙，加上这个顶头，哎，不然是不快，有你的肚皮，为什么？什么 idea 呢？想要看别的啊？我为着要跟你讲，我你讲，我没小朋友。因为阮这个我牙哈，因为阮之前捌做过钟馗嫁妹这一支舞，然后刚有这个机会，我就想说。法主公是没有人做过的义阵，金木水火土。那我是学舞蹈出身的，我是想把它结合肚皮舞、还有芭蕾舞、现代舞。哇，阿哥，兄弟，你也真是顶头哇！真正是民族记忆一个创举。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你把让郭老师给那样得到冠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郭老师，谢谢各位主持人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志伟哥，还有主持结尾，谢谢爱西斯肚皮舞团。你不要这样了，虽然这是双喜临门，不你把卡办呢？好啊，好啊，这么痛啊！丢网站，今晚等你，哎，上礼拜和观众朋友民俗水到到时间不够啊！哦，这段礼拜真正就丰富的哦，独料五度假的小神医加春联一娃，阿哥五庙会公档赞助的乳制品兑换券，这破快啊！这两个来吧，三五营中各有代表的神兽，其中南方是虾米雀？听好，兄弟哦！第一个麻雀，第二个朱雀，第三个孔雀。一二三，先生，好，不要了，好了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嘿。朱雀，恭喜你答对了。来，马华姐，哎，你来当场串起一对，所有精彩的表演，全国义阵强强杯，我们明天见。